杀住这个英文怎么说？杀住。嗯。杀住。杀住。Stand country。压住呢？die 好像是念 die。die casting。但是一般情况下没人说杀猪，只有人说压住，知道吗？嗨，我会传到网上的，谢谢。不要，可以吗？他在录视频。Thank you.